如何获得一个粘人的女朋友？宝宝牵手。哎呀，安检了，牵什么手呀？牵着嘛，我不是看走丢了吗？好好好。宝宝大腿。没事儿，暖和。好吧。还要亲亲。哎呀，人呢？你怕啥？快点，不然我去拷问你啊。心动，这是啥意思啊？阿道夫承包了这20站的站台广告牌，每颗广告牌上都有这么一段话，连起来是一篇心动故事。阿道夫，那不就是我现在一直用的那个洗发水吗？对啊，你不是说很喜欢他家的香味吗？正好广州有这个打卡点，感觉你肯定喜欢，沿着旅游观光一线一直做就可以了。好美，这么美好的你会嫁给爱情吗？明夜，你说我会嫁给爱情吗？当然了。好啊，居然让我嫁给爱情，嫁给你。你套路我。我不管，这辈子我跟你嫁。开始了，开始了，开始第一件我们要亲亲呢。是你咋想的呀？不管，我就要亲亲。哎，不亲了，不亲了，车快到了，走走走，下一站。你，我有让你心动的味道吗？你头发上阿道夫的味道挺香的。你干嘛呢？亲一下啊，这么香你亲吗？哎，亲啥呀？这周围这么多人呢。怕什么？你亲我亲。